哎，今天一点提示都没有啊！幸好我有准备。你们要找什么？我也来看看。这个我要是没看错的话，它应该是昨天晚上凌晨3点杀的鸡。今天早上经过一个小时的小火慢炖，它应该是红烧小鸡吧？嗯，这个我要是没看错的话，它应该是昨天晚上凌晨3点或者面经过4个小时的发酵，刚刚才蒸出来的吧？ 哈哈，到了！我喜欢卤粉，你要什么资格？我先选。卤粉，卤粉，卤粉，卤粉都是卤粉，一片一片的肉，我这个馒头都没有配肉，没有肉谁会吃嘛？嗯，看来只吃窝头的命。 会不会是红烧肉？啊，窝头里面还有小鸡腿哟！要是我没看错的话，应该是我把你跑过去的吧？